紫禁城，明清两代中国最高权力的核心。500多年间，共有24个皇帝在这里处理朝政，维系着庞大的中华帝国的运转。在每一座大殿的正中央，高高耸立着皇帝的宝座，而在每一把龙椅的后面，都少不了端端正正的书法作品。这在全世界所有的宫殿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今天，那些曾经指点天下的帝王们，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这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以一种优雅的姿态，默默地迎接着来来往往的目光。这些气宇轩昂的字符，几乎永恒地凌驾于皇冠之上。它们是什么？是文字？是艺术？还是信条呢？取一锭香墨，细细的研磨，要写的字此刻开始在心中酝酿。在蘸墨的同时，书写者已经在心中将这方宣纸从容规划，棱角分明的方块字在黑与白、虚与实的对立中纵横驰骋，而书写者的意志也在有无相生间自由地宣泄，这就是中国书法。1998年，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举办的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上，法国前总统希拉克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在中国，书法乃意中之意。祖祖辈辈，它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我们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人知。它既使人惊诧，也使人着迷。中国书法，简单的说，就是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那么，一种写字的方法凭什么会被推崇为意中之意？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又是从何而来呢？那跟汉字的独特性是分不开的。而因为尤其是单字，你拿一个单字就跟拿一个拉丁字母的，就是 的一个字母，那就不一样。一个字母还是一个工具，就是分析语音的。一个单字其实是跟一种符号一样。毫无疑问的，就是我全世界现在作为一种文字，能达到艺术这个层次，就一个，就是汉字。这是上个世纪初河南殷墟出土的一片甲骨文的拓片，它的内容是记录日期的干支表。这份干支表的特殊之处在于，几乎同样的内容一共刻了6遍。3000多年前的先民们为什么要这样刻呢？郭沫若先生认为，中间第四行字迹精美整齐，应该是老师刻好的范本，而其余歪歪斜斜的应该是学生所为，就像今天的儿童练习书法一样。这样的分析也许有些绝对，但毫无疑问，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独特的审美要求。你看这个甲骨文或者金文啊，你看起来变化莫测，一个字的偏旁可以写这边，可以写那边，可以写上边下边，可以变化很多。可是写出来，你看都有很强的艺术感。
啊，都有很强的艺术感啊，所以这方面说起来的话呢，它本身啊就有一种这个艺术的教养啊。There are of course systems of handwriting, and before this printing started, there was much handwriting in monasteries, but although there were also some calligraphers always in European countries, so people who were said to be very good writers, but this is not comparable to calligraphy, because calligraphy in China and in East Asia became a part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ersonality in general. 技近乎道，当书写的技能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时，笔画之美的规律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但近乎道毕竟还不是道，技术和艺术之间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壕沟。对于外形的华美和书写的流利，是每一种文字都追求的目标。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文字书写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意境的营造。20世纪绘画大师毕加索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我出生在中国，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书法家而不是油画家。每个面对中国书法作品的人，即使对汉字一无所知，也会被他笔画交错的形象所打动，很自然地把它想象为一幅幅小型的抽象画，而这一点正是由汉字的表意特征所决定的。就说甲骨文里的木字吧，中间一竖，就像一个竖杆，下边两笔往下的叉子，是吧？叉头就像树根，往上两只一穿就是树枝。这就是一幅图画，但是它是一种意会的图画。那么放两个，于是变成了树林了。两个以上意思就是，那变成森林，森林呢？三个木以上。中国人把三成为最多的数，三生万物，是吧？所以由中国古人在造字上，我想说的是很聪明。对于汉字的魅力，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对比英文法文后深情地描述道：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正是汉字这种独一无二的表意特征，促使书写者在熟练掌握技巧的同时，努力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写个虎字便虎虎生威，写个龙字就风云变色。书者如也，书写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体现我们心中对于事物万象的把握和理解，用抽象的点画表现出物象之本，这才是中国书法所谓的道。因为有意境的存在，所以中国书法在创造衣时就在实用之外同时走上了艺术美的方向，从而使中国书法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成为了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毛笔是在这个文字以前就可能已经创造出来了，这个我们亲眼可以看到啊，这所以呢啊，这个用毛笔，这个把这个毛笔应用于文字的书写之上，是吧？因为毛笔本身的特点，它这个有这个运笔可以轻重积徐啊，是吧？那么这样就会产生一定的艺术特点啊。而是由于它正是由彩陶的艺术方面的这个产生的一种工具，所以它就带来了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特色。My teacher in Chinese calligraphy told me,
There is only one stroke, so-called 乙化. Because if you have 乙化, when you put the first stroke, you divide the white list into white and black, into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already have, and something is empty, like kind of yin and yang, 虚实上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生命的特质正是生生不息。在这稍纵即逝的过程中，每时每刻，人人都在塑造着自己。中国书法独特的魅力，是不是也在于此呢？在没有下笔之前，眼前只是一张白纸，世界还是虚无。在落笔的一刹那，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便跃然纸上。尽管只是单纯的线条，尽管只有白与黑两种色彩，但生命的痕迹，时间与空间就在这一刹那化作了永恒。这一刻究竟该怎样落笔呢？公元649年六月，长安城花红柳绿，但皇宫里却静寂得令人窒息。病榻上的唐太宗李世民已经奄奄一息，他用最后的力气恳求自己的儿子：“吾欲从汝求一物，汝成孝也，其能为吾心也？我想向你求一件东西，如果你真的孝顺的话，怎么能够违背父亲这最后的心愿？”皇帝以中国人最真实的情操孝道来考验他的继承人，这无疑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么究竟是什么宝物让一代帝王李世民无法割舍？这件作品就是赫赫有名的《兰亭集序》。可是如果我们去还原一下当时这件作品产生的情景，就知道对于书写者，对于当时参与这件事情的人来说，这件作品其实是很普通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王羲之和一些好朋友在休息日饮酒唱和写下了一些诗文之后，由王羲之做的一个序。在唐朝编修的正史《晋书》中，唐太宗亲自为王羲之作传，并高度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为王逸少乎。用尽善尽美来形容书法作品，从中也不难看出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敬仰之情。这块屹立了1300多年的行书碑是李世民御笔亲书，碑上镌刻着姿态各异的90多个之字，无不脱胎于《兰亭序》。李世民是个精益求精的书法家，但他更是一个胸怀大略的政治家。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如此推崇，难道仅仅是出于性之所至吗？西晋以来，古代中国经历了300年的乱世，兵火相间，生灵涂炭，在痛苦的深渊里，民心思安。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顺应历史潮流，一统天下，建立了隋朝。但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30年后，
隋炀帝的奢侈和暴虐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在动荡中，李唐王朝应运而生。当时，这个唐王朝的全部官吏只有730个人，那就是说政府很高效，啊，行政成本也低。李世民呢，也能够从谏如流，这在历史上是很有一些美名的。那么这些因素呢，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啊，他为了网罗人才，完善了科举制度，把这个你这个不分出身、不分等级，改变这个魏晋南北朝时候那种家庭门第那种观念。据《新唐书》记载，唐代科举实行以书取士的制度，凡择人之法有四，三曰书，取其楷法求美。这种具体的要求便吸引几乎所有的文人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以书法选拔人才的同时，唐太宗还专门设立书学，制书博士教授书法，并严格规定学生们学书日止一幅，是以书为教也。书或者说书写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那么早在西周的时候，人们就把书列为六艺之一，但是真正由国家行政机关把书列入到国民教育系列和考试系列的是在唐朝，始作俑者就是唐太宗。那么唐太宗订立的这个以书取士是什么规范呢？就是楷法求美，要求写楷书，以楷书作为人文这个学子的一种基本技能啊。这种基本技能是什么呢？就写的要规范，要传统，要方正。唐朝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作法的时代，正是大势所趋的结果，而唐太宗的身体力行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问题是，在唐代之前，中国的书法家还有许多，像秦朝的李斯、赵高，汉朝的蔡邕、张芝，魏晋的钟繇、索敬、魏冠，以及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儿子王献之等等。为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偏偏要大力弘扬王羲之呢？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是为了收拢民心。那么这个所谓民心，并不是说收拢全天下的人心，而是主要是所谓江左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江南地区的这些望族和民众的自信。就像这个汉武帝要霸住北家独尊儒术一样，这汉武帝为什么尊重孔子，是吧？他一定他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那么王羲之呢，他这个书法家，他也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代表，是一种儒家文化的一种代表。但如果仅仅依靠政治上的追捧，王羲之不可能成为令后世高山仰止的书圣，唐太宗李世民也不可能开创令后人热血沸腾的大唐盛世。后人评价王羲之的《兰亭序》，从第一个“永”字到最后一个“文”字，一气贯注，不粘不脱，既流露出人心之美，又表现出自然之美，正所谓尽善尽美。直到今天，王羲之所创立的艺术法则仍然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不二法门。那么这个难以超越的法则的核心在哪里？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解释道，其道同鲁庙之气，虚则欺，满则富，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鲁庙最著名的一个祭器就是棋，它反映了中国的伦理观、价值观
和人生观。怎么呢？它是盛酒或者水的。古人所说的清酒就是水。那不管它注上什么，你注一半的话它稳稳当当，你注满了的话它力学的作用它就倒掉了，这就是满则溢。那么王羲之不过就写了一幅字，李世民把它比作孔夫子前面祭他的神圣而尊贵的礼器，就把王羲之的字抬到也抬到圣这个高度了。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积极倡导下，中国书法以中和之道为内涵，在黑与白、虚与实、动与静的对立中，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坐标。每一种字体都有了必须遵循的法帖，每一个读书人只有写好合乎规范的毛笔字，才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的职权部门。唐朝以书法为依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牢牢地凝聚在儒家的中和之道上。直到今天，人们只要是手执毛笔学习书法，就要身正、笔正、纸正，学习唐人的楷书，就得一笔一画地临摹这些流传了上千年的法帖。那么，为什么这些唐人书写的汉字能成为后学者进入书法殿堂的坐标呢？公元783年正月，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再次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大将军李希烈拥兵自重，叛军势如破竹，一路攻陷汝州后，直逼长安。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元气大伤，只能寄希望于和平谈判，但谁又能担此重任呢？把持朝政的权臣们向皇帝建议，派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前往敌营。颜真卿是唐代的大书法家，又是大政治家。颜真卿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颜真卿把自己的书法和把他的生涯全部结合起来，创造了那个气势磅礴的颜体。颜体尖架严谨，而且很壮美。学习颜体的人往往字能够写得很大，就是里面一种壮美的东西。但当时的叛军气焰正盛，李希烈感觉皇位已经唾手可得，74岁的颜真卿孤身一人去劝降，无疑是去白白送死。一些相熟的大臣们纷纷劝阻，甚至有人还专门跑到半路去拦截颜真卿。颜真卿的这个家族在安史之乱中是遭遇了巨大打击的，当时他在平原郡和他的兄弟一起抗击安史之乱，最后一家是有30多口人战死，已经为国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这个代价。但是他作为有着5、6代持续坚守儒学传统的这样一个家庭的这个负责人，他是不可能面对国家的需要而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两年后，颜真卿回到了长安。当灵车穿越朱雀门时，两旁夹道相迎的百姓哭声一片。正像他所擅长的楷书，方正平直，浑厚刚劲，这个唐代最伟大的书法家虽然没能完成使命，但他用威武不屈的气节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撇一捺。这也正是中国书法的灵魂所在。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书人用全部的精力乃至生命去钻研书法，除了技巧上的打磨，更重要的是完成人格的修炼。法就是楷模，就是标本。颜真卿的书法是唐代的典范，颜真卿的人格是中国人的楷模。而事实上，每一件法帖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完美的人格。这些优美的文字，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人的精神，都是经过岁月沉淀的中国文化的永恒坐标。反面人物的书法作品怎么去看呢？比如说蔡京，比如说严嵩，比如说秦桧。我觉得呢，这里有两种标准。如果从纯书法艺术去看，那么应该说他们都写得很好。但是如果结合人品来说，那么人品和书品加起来看，那么人们往往把它处在一个否定的地位。与光彩照人的颜真卿不同，与颜真卿的颜体艺术风范不同，蔡京、秦桧、严嵩等中国历史上的权臣，最终成了书法艺术殿堂里的弃儿。这些长期蜷曲在昏暗角落里的书法作品，可能仍然具有令我们钦佩的艺术个性，但是因为作者的缘故，他们和他们的作者被我们的艺术，被我们的社会顽强地拒之门外，成为高贵的社会道德无情清洗的对象。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社会也因此体现出更高的精神相貌。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路为止，地成册，行作笔，心当墨。记录无限，丈量天下。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记录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启示。留住今天，留住明天的历史。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地球上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这些故事关乎每一个生命。天地广阔，万物自在，生命之旅即将启程。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漫长的中世纪，当欧洲的骑士们为了讨伐异教徒而苦苦练剑的同时，远在东方的中国，衣食无忧的宋朝士大夫们正以笔为犁，以纸为田，日复一日地辛勤耕耘着。自唐代之后，书法的要求便是抄，老老实实的模仿比任何形式的创造都显得重要。
难道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中国书法戴上了书学正统的镣铐，而从此就没有了创造，一成不变吗？公元1057年春，三年一度的礼部考试正在东京汴梁紧张地进行着。这是中国历朝历代选拔人才最高规格的考试，由皇帝亲自命题，全国第一流的学者担任主考官，从各地层层选拔的338位青年才俊在这里一决高下。能够高中进士，是古代知识分子一生中梦寐以求的荣耀。在这次考试中，一篇行文质朴、思想大胆的文章让主考官欧阳修激赏不已，但最终这份考卷的作者却屈居第二，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的卷子都是糊卷的，把名字糊住。欧阳修本来想给这篇文章判第一名，但他后来转念一想，他以为这篇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担心说如果给曾巩点了，曾巩自己的学生，别人会说他自己徇私，所以呢就忍痛给这篇文章点了第二名。皇榜公布的那一天，所有的考官都大感意外，那个理应成为第一名的考生并不是欧阳修的门生曾巩，而是一位来自巴蜀地区刚刚20出头的年轻人苏轼。苏东坡在考试的时候，他用过一个典故，主考官觉得很好，但是查了很多书没查到这个典故，然后就问东坡本人，东坡说这是我想当然耳，认为应当如此，所以我就创了这么个典故，可见他的不拘一格。年轻时的苏轼锋芒毕露，即便人到中年戴帽子也要比别人高一截，妒忌他的人视他为背离中庸之道的另类，而欣赏他的人却把他比作是落入凡间的精灵。但事实上，苏轼在骨子里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读书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练字也是从临摹楷书法帖入手。苏轼当然是个天才，但是天才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异乎常人的刻苦，刻苦本身也是一种天才的资质。苏轼曾经把汉书抄了3遍，我们说这个汉书的原著算起来大概是70多万字，他年轻的时候抄过2遍，到了黄州以后又抄过1遍，所以苏轼可以说对汉书是倒背如流。苏轼自幼喜欢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再加上他多年抄写经书的《童子功》，一手飘逸的书法人见人爱。但拿苏轼中年时写在元佑通宝上的铭文和他年轻时创作的《至平帖》比较，同样是行书，但风格却迥然有异。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苏轼的字由大众化的风流才子转变成独具特色的石压蛤蟆呢？农历3月初7是中国传统的寒食节，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不生火做饭，只吃些冷食以缅怀故人。公元1082年，也是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日子，从京师被贬谪到湖北黄州的苏轼独坐在冰凉的书斋里，窗外雨声淅沥，孤独惆怅的情绪油然而生。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遇惜春，春去不容惜。
是自古来黄州已过山寒食，那么这个心情还是比较平静。那个字呢是这个小的行楷啊，慢慢写的时候，随着诗句的发展，最后写到他生活的时候，写到这个连日苦矣，是吧？破灶烧石灰，破的灶烧那个石的柴火，有烟熏火燎的啊，心情就很快。然后这个风月吹，啊，在这个时候，他字慢慢由平静的小楷逐渐写越来越大了。也拟枯途群，死灰吹不起。难道说苏轼真的就死灰吹不起，彻底绝望了？苏东坡是个什么人物呢？我始终认为苏东坡是一个兼容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人物。在他的思想里，在他的人生境界里，他有着一种非常超迈的洒脱不羁的，我认为他的骨子里有着庄子的那种很超脱逍遥的东西，这是他本质的东西。所以我想，无论他当时多么灰颓绝望，他仍然能够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的那个境界排解出来。过于拘泥于规则，创造力就会有所约束。书法和这个庞大的文明体系一样，也是以稳定为规则。但在岁月的长河中，即便追求价值一统的这样一个文明，也为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留有余地。但所有的个性都是苦难的产物。苏轼的个性正是来自脱离常态的生活。写就《寒食帖》的四个月后，苏轼又完成了震慑古今的《赤壁赋》。身体和精神所受的压迫，不但没有压垮这个伟大的灵魂，反而促使他完成了一次更高的超越。这个时候呢，他在政治上是处在低谷，但是呢，他的诗文还是很有影响，很有威望的，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宫廷里边都受到推崇。记载在宫廷里边呢，那宫女们还时不时听到皇帝在吃饭的时候说写得好写得好。这个时候呢，皇帝是正在看苏轼的诗文。人如其字，字如其人。人们敬重苏轼的人品，也喜欢他的书法。于是，尽管没有皇家钦定，苏轼的每一幅书法作品都成为人们自觉临摹的法帖。正是在苏轼们的努力之下，中国书法超越了政治、宗教的最初使命，摆脱了权力的左右，升华为一种寄托人文理想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回顾与前瞻，是一代一代开拓者无法超越的矛盾冲突。丰厚的文化遗产是财富，也是束缚。在一个以稳定为价值取向的文明古国，任何个性化的创造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寒食帖同苏轼的命运一样，历经磨难，跌宕起伏，至今帖身仍保留着被火焚烧后的痕迹。悲剧就是美的破坏，而悲剧美就是美被破坏后带给人以情感的洗涤和救赎。只有经历了苦难浸泡的艺术，才能穿越时间和空间，才能在历史长河中永远散发出动人心魄的魅力。
老师用墨把字大大的写在一张纸上，学生用一张透明的纸蒙在上面，用毛笔描摹这个字的轮廓，写完之后交由老师批改。字上画线意味着这个字写得不好，画圈则表明赞许。写下这段话的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5年之久的德国传教士魏礼贤。公元1899年，甲午海战结束不久，清政府被迫将青岛租借给德国经营。魏礼贤第一次踏上这个古老的国度，战争的创伤还随处可见。虽然不懂汉语，也不认识汉字，但魏礼贤还是被发生在乡村私塾中的这一幕深深打动。后来他把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起名叫《中国心灵》。尽管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在中国已发展了上千年，但几乎所有的儿童在拿起毛笔的那一刻，并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书法家。对他们而言，最现实的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书法是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因为从唐朝开始，这个科举以书来取士，那么发展到明代，成为了一个极致，就是广葛书法，是吧？正更为这个朝廷所强调。假如在科举之中，如果你写的字不符合广葛体这种规范，你的文章再好，你的卷子内容再好，就说你也不可能被录取，你也不可能得到功名。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每个考生都必须牢记四个字：黑、大、圆、光。这正是广葛体的基本要求。当时有学者评价，今楷书之云圆丰满者，谓之广葛体，类皆千手雷同。而雍正、乾隆之世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士对国事稍有微词，即会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如同死气沉沉的书坛，中国社会不可抗拒地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蜕变。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公元1839年，当了几年小京官的龚自珍被迫辞官南归。这个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诗人的仕途并不顺利。龚自珍出身书香门第，27岁的时候中举人，直到38岁才中进士，但是呢，还是没有点翰林。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字写的不好看，比较潦草，也不符合当时候的广格体。龚自珍为了表示自己对这种以字取人的科举制度的不满，他就让自己的女儿、儿媳妇啊、小妾啊、奴婢们每天练字，专门写广格体。
只要有人在他的面前提到翰林的事情，他就会立刻嗤之以鼻，说如今的翰林算什么呀，不就会写一首管阁体吗？你看我们家的女人们人人都能写一首管阁体的毛笔字。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史上，龚自珍只是一个特例。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绝大多数的文人学士都把精力耗费在管阁体的修炼上，为追求黑大圆光的效果而废寝忘食。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因清洗毛笔而形成的墨池，甚至墨海。纸墨笔砚已经变成一个高贵温柔而充满美感的监狱，将一个民族的精英理想化的囚禁起来。只有一个不以发展变化为目标的社会，才能够容许他的社会精英用他们几乎一生的精力奔波在这高雅的方寸之地。万马齐喑，究可哀。一种艺术发展到毫无变化、了无生气的时候，衰败是最终唯一的结果。但物极必反。当管阁体成为中国书法的锁链的时候，春天已经悄然而至。绝大多数人来到龙门，都是为了瞻仰卢舍那大佛的风采。这尊以一代女皇武则天为原型的佛像，雍容高贵，代表着中国石窟造像艺术的顶峰。然而，对于书法爱好者而言，不太显眼的古阳洞北魏造像铭文，也许更有魅力。近代思想家康有为评价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晋和朱家，则为巨美。所以，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新的潮流。哎，那么这个潮流，康有为做了一个很大的总结，叫碑学中心。他提出了真魏碑唐，什么？他认为唐代以来的课题已经坏了，不能学习了。而要遵从北魏、本汉、真魏，所以碑学书风形成了我们这个18世纪、19世纪书法的一个新的潮流。公元1905年9月2日，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管阁体也随即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但中国书法不仅没有被遗弃，反而因其所具有的微妙的艺术感染力而向纯艺术的方向生活。钢笔、铅笔、圆珠笔、电脑键盘的时代开始了，追求发展、进步、追求新知识的时代开始了，所有读书人都要成为书法家的时代结束。但是，数千年对书写的尊崇，数千年书写文化在民族心灵上厚重的积淀，不可能被现代化的生活简单扬弃。在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角落，我们都能看到那波澜不惊却辉煌悠远